啊，而且同时呢，我在一个想慰问大家，对，就是今天晚上大家是否觉得就特别特别激动呢？对，激动的宝宝，你可以呢公屏把激动这两个字满屏满屏扣起来，或者是我觉得期待两个字，对啊。那么同时的话呢，我们今天晚上啊，准时咱们的立白家品牌代言人迪丽热巴女神空降直播间。所以呢，我相信直播间现在此时此刻的各位小仙女们，我们的爱丽丝宝宝们，对，都像是啊，我们一样的，都是非常期待、非常激动。是的，那么呢，马上大家就可以拭目以待，马上就可以呢见到心心念念的爸爸了。对的，而且同时我们今天的话呢，惊喜。OK，我们的这个惊喜不断的福利，同时也不断。对，那么来说的话呢，在未来的一个小时内呢，啊，大家呢在这一个观看直播的同时，也记得我们呢留意一下左上方的福袋。对，因为我们今天的福袋的话呢，也是充满了很多的一些惊喜带给到大家。对，有到我们的这个周边闪卡，对不对？帆布袋、透卡等等，以及啊，今天我们的机具都是相当的给力的。所以呢，大家都可以一起呢期待一下了哈，期待起来了。对，那么来说的话呢，咱们呢马上就能够去见到心心念念的爸爸了。是的，那么来说的话呢，大家此时此刻都是相当激动的，是不是？对，那么来说的话呢，马上大家就要。这一个直播间的各位朋友们，大家晚上好哈。那么现在是。切回我这边了，是不是？好，来，hello 哈，稍等一下哈，然后我们这一个迪丽热巴的话，也是已经在我们的一个主会场给大家准备候场了，是不是？30秒钟的时间，是不是？30秒钟过后呢，我们把这一个会场直接交给我们迪丽热巴的舞台，好吗？哈，然后所有朋友们，感谢大家哈，千万不要离开，我们惊喜总是值得大家期待的。那我们一起倒计时，六、五、四、三、二、一。的朋友们，请让我们欢迎到的是立白品牌代言人迪丽热巴！哇，爸爸好美呀！哇，好久不见，好开心又见到你了。是。是，欢迎所有的朋友们能够来到我们今天的直播间。当然，我要先给我们的热巴带上我们的麦克风啊。首先呢，其实我们刚刚已经看到了埃菲尔铁塔这样子非常漂亮，而且还有我们这样子非常美的所有的格拉斯的玫瑰，全部都闪耀在我们的埃菲尔铁塔上面。那当然，首先呢，其实刚才没有麦克风，是我的问题。I'm 没有，I'm 没有，所以大家在应这该边听到了，是吗？有听对。到吗？那没关系，我们再给大家打一声招呼，好不好好？呀，Hello。正在收看直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立白品牌代言人迪丽热巴。哇，好开心哦，又见到巴巴了。那当然，大家好，我是陈的肥安迪，非常高兴大家能够今天来到我们的立白的直播间。在今天我们的立白直播间，我们非常多的一些好礼连连，即将要送给我们所有的朋友们。除了我们要在我们的法国的埃菲尔铁塔上面，用我们的热巴有一个亲密的，有一个非常浪漫的邂逅之外呢，我们也会到我们的南法的格拉斯的小镇。另外呢，我们也会到我们的格拉斯小镇的秀场。所以我们可以讲说，今天在我们的立白的直播间里面，我们可以有非常多很棒的东西是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的。不过，其实能够看到我们这样埃菲尔铁塔以及我们格拉斯的玫瑰在上面如此的绽放，其实真的我们可以感受到热巴它的浪漫。我真的觉得今天好开心哦，因为我之前都是在国内跟我们的热巴见面，今天终于在法国跟热巴见面了。大家可能会误会哦，但是你看，像立白把我们今天就带到了这样一个非常梦幻、非常美丽的一个空间里面，让大家以为我们是在一个不一样的地方跟大家直你就播。让我自己幻想一下，不行吗？哎，但是说真的哦，其实今天非常开心能够看到热巴站在我们的巴黎的埃菲尔铁塔下面，但是我们可不可以跟我们埃菲尔铁塔先来一个三连拍，打卡一下？好啊，好不好？好的。来，我先帮你拿麦克风。大家记得赶快截屏，因为机会难得。来，热巴，我们一、二、三，哇，好甜蜜又浪漫。
当然其实在今天我们的立白的直播间里面呢，我们将会一一的来为大家展露到底我们立白直播间会带给大家什么样子的一些好礼。不过首先我们的一号连结的好礼马上就要出来了。哇，这么快，那么快，已经有福利了。对，特别特别多的福利。其实我们的福利真的是满满满。首先我们的一号连结的福利就是我们的热巴的周边商品。哎，大家可以看一下，也可以看到我们其实在一号连接里面都可以看到我们这所有的热巴相关，然后跟立白他们这样子非常合作紧密的这样子周边商品。首先有一个我们的帆布袋啊，有没有看到这个是香氛精灵啊、哦，帆布袋我觉得也很实用哎，平时对对，大家出去玩的时候它也很轻，嗯，然后也可以作为一个，比如说你包里面可以把它装到包里面，或者说你把你的比较贵一点的包包装在它里面，然后带出去，对，而且它有好多这图案，我觉得也挺好看。是，它是我们的香氛精灵，嗯、也就是我们的知香鸟。哦，也是我们这样子一个立白、嗯、我们大师香氛里面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一个人物、嗯、但是我觉得这样子的帆布袋呢代表的是什么呢，代表除了说我们可以购物之外、嗯、我们还可以兼顾环保，嗯，对的，对不对，对的对的。但是你知道今天我们这个购物袋里面，我们的帆布袋里面还有什么吗？都在这边哦，啊，是的，这些都在袋子里。是的，大家可以看到有我们热巴的小立牌，小立牌人形小立牌，大家可以把这样子的小立牌摆在自己的书架上面，摆在书桌上面，然后自己无聊的时候或者是自己想念热巴的时候看一下，哎呀，跟他可以亲密接触一下对不对、哦、可以看到我们的热巴非常漂亮。其实我觉得热巴这一次跟我们的立白呢可以说是合作非常非常紧密，而且跟我们的立白呢可以有非常拍了很多组的一些照片，有我们这样子四张大海报，嗯，对不对，对的，每一张都有各种不一样的感觉，你看这张就特别的女王，对，这张是比较女王一点啊、嗯、这个嗯、吃樱桃就比较亲切一些，对，浪漫的和高冷的、嗯、对。那另外还有小透牌、嗯、小透卡这个也很好看、啊、对对哦，哎，我怎么自己说对呀、啊？不对，对，当然对啊！你就是要自己要非常有自信的感受到这一切。你看，就像我们的女王一样，每一个感受都是不一样，每一个我们的情绪价值也是不一样的。你看，有我们的透牌，对不对？另外还有我们的磁卡，嗯、这个磁卡你可以摆在冰箱上面。嗯，哦，它是这个你有一组了吗？我还没有，你还没有啊？没有给我，还没有给你啊？我们待会儿直接拿给你好不好？你看我们这样子的磁卡可以摆在冰箱上，也可以摆在各种不一样的我们的一些家具里面，家具上面、嗯、所以你家里面每一个小细节都可以充满我们热巴的出现好不好？大家都可以在家里面每一个细节都可以看到热巴。当然这边还有我们的闪卡，这个闪卡它其实也是非常具有我们的质感的，你不要这样子看我们的闪卡，其实它是有点反光的哦，它其实有各种不一样的一些小细节，小卡大家可以把这个闪卡摆在自己的一些皮夹里面，或是摆在自己身边口袋里面，然后随时带着热巴跟你到处跑好不好？所以你看到这样子那么多的一些商品，有没有什么样子特别的感觉？有没有我觉得还挺惊喜的，因为好多我自己其实都没有看过、嗯、我只看过这种海报类型的，像这种、哦、海报这四张看过了，对，像这个小卡还有这个磁贴和这些那个叫什么人形立牌、哦、小立牌小立卡这些我都没见过，还很用心，我觉得我们直接把这个直接带走就给我了好不好？不过其实今天呢，这只不过是我们今天第一个惊喜，所以请大家一定要锁定我们第一个连接，因为其实在连接里面我们除了有我们的立白的大师香氛的商品之外，再来就是我们热巴的周边，所以赶快把这些东西数量有限把它给带回家。今天其实就像我刚才所讲的一样，我今天呢非常高兴能够跟热巴在这个浪漫的法国的埃菲尔铁塔下面邂逅，大家不要嫉妒哦，不要嫉妒哦。但是接下来我们要去南法另外一个小镇，你准备好了吗？热巴，准备好了，准备好了，一起穿越吧，我们一起穿越吧，好 ，Let's go， 可以做这个特效吗？好像没办法了，来，我们这边请。是的，各位粉丝宝宝们，一号链接已经开秀了，现在下单啊就可以 get 到热巴同款，并抢先获得一组6套15件的热巴精美周边哦。
大家可以呢点击左上角福袋参与抽奖，将抽取三位幸运宝宝，获得部分热巴全新 3.0 的周边，全新闪卡六张，透卡两张，帆布袋一个，大家呀赶紧参与起来了。而且除了下单优惠和福袋抽奖外，直播期间还会不定时的发放家亲大礼包、万元宠粉大礼包、大牌手机和不定时释放热巴周边。今天呢也是相当宠粉的一天，所以呢大家啊持续锁定我们的直播间了。挺好看。好的，欢迎大家能够回来我们的立白直播间的现场，我是陈的飞 Andy， 在我旁边这一位呢，当然大家都已经非常想念他。很爱他，那就是我们的立白品牌代言人迪丽热巴。哎，又回来了。是我们今天穿越了，来回来。其实今天呢能够来到我们的立白直播间非常高兴啊，因为我们今天可以说是福利连连，所以大家千万不要错过。我们除了说我们有上万元的一些奖品之外呢，另外呢我们还有手机啊，还有我们的热巴的周边呢、啊、都会要送给我们所有的朋友们，所以呢请大家一定要锁定我们的直播间的现场。来，我们刚才已经从法国的巴黎跳到我们南法的，哎，热巴可以帮我们猜一下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是哪儿？我看这些玫瑰花，还有包括这个小的一些房屋、嗯、包括还有这些粉色的雨伞，应该是五月的格拉斯小镇吧。哇，你好厉害哟、哦！哎，的确、嗯、我们在所在的这个地方呢，其实是法国的格拉斯小镇。当然热巴呢，爸爸也特别讲到，不仅是格拉斯小镇，而且是五月份的格拉斯小镇。小镇，哎呦、嗯、为什么呢？因为是玫瑰盛开的日子、嗯、格拉斯玫瑰盛开的日子，所以是叫玫瑰节对不对？还是 对吧，玫瑰节，严谨一点，格拉斯玫瑰节，嗯，格拉斯玫瑰节盛开的时候、哦、所以而且旁边也是这种青青的小草，所以应该也是这种初夏还有春末的这个季节、嗯、对。其实我觉得刚才爸爸讲的特别的好，你看初夏春末的季节哦，春夏春末初夏的季节，为什么可以讲到这个是五月份呢？因为其实在这样格拉斯小镇，每到五月份的时候，就是我们的玫瑰花盛开的时候。前面你可以看到我们一片的玫瑰花。另外呢，其实一到五月份，它就有我们的格拉斯玫瑰节。这个玫瑰节呢，刚刚热巴也特别讲到，有我们的粉色的小雨伞就会悬挂在上面，嗯，对不对？还有我们非常具有象征性的香水博物馆，也是黄色的建筑物。所以其实在这个格拉斯小镇呢，我们一下就穿越，不仅是地点，我们连时间都穿越了。现在本来快要到十一月份，马上就回到了五月份，对不对？一下到五月了，玫瑰盛开的季节。玫瑰会不会让你想到很多一些跟浪漫相关的东西呢？玫瑰会让我想起一首歌。什么歌？玫瑰。桂花瓣，一片一片片。没有，这个是在那个里说。哎，但是玫瑰真的从古以来呢，一直以来就是跟玫瑰相关的很多的歌曲，对，玫瑰，玫瑰，我爱你啊，对对对对对对对，很多的一些歌曲都是跟玫瑰相关的。但是我这边有一个问题想问一下爸爸，因为这样听起来你很专业哦。没有啊，你是说什么专业啊？听起来你对我们介绍格拉斯小镇，对啊，很专业哦。我接下来要问一个比较专业的问题。好，我想问一下，你知不知道我们刚才讲的这个是五月份的格拉斯小镇嘛，对不对？嗯。你知不知道格拉斯玫瑰花它的花期有多久吗？是这样的，其实我对格拉斯小镇的了解不多，而且我也没有去过，但是我对立白的了解我觉得应该是足够多的。嗯，格拉斯小镇的玫瑰呢是一年只开一次，而且一次只开一朵。嗯，而且立白的这个大师香氛呢就是采用了这个来自法国的格拉斯小镇的玫瑰他们的那个精油，嗯，精粹去提取的，它的那种香味是非常持久的，可以留香很久、嗯、而且是我自己一直都在用的洗衣好物。哇，你看，就是我们的立白品牌代言人，而且我们的立白大师香氛系列它都如此的特别能够掌握。你看旁边我们还特别给你空运过来、啊、我们格拉斯玫瑰，哇，漂亮嘛，大一朵，对不对？对哦，其实就像我们的热巴所讲的一样，格拉斯玫瑰它一年只盛开那么一次，而且呢每一次只有那么一朵，所以里面的萃取出来的这种精油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少，
那所以我们一直都讲说格拉斯玫瑰它萃取出来的精油就有如我们液体黄金一般非常的珍贵、嗯、所以我们这一次呢就要跟大家讲说其实讲到我们的立白这样子大师香氛系列呢它不仅是运用我们这样子格拉斯玫瑰之外我们更是一个非常好的产品怎么说呢其实我们从2022年以来就有很多的一些我们时尚媒体关注到我们这样子的一个产品当中所以你们可以看到不管是我们的 Marie Claire 家人的大奖 Cosmo 的大奖或者是我们的抖音的大奖时尚芭莎的大奖等等 Cosmo 的大奖等等等其实都琳琅满目的在大家前面而且在今年的时候我们更是获得另外一个其实就在几天前嗯，获得了我们的时尚芭莎送给我们的一个奖你们看到有点像奥斯卡金像奖一样对我刚才还在看沉甸甸的哦其实就像我们的芭芭一样在各大奖项上面呢其实都会有我们的芭芭她的非常棒的一个获奖的一些记录那这一次呢我们特别要跟大家讲到我们获得的是时尚芭莎的年度创新摩登香的一个奖项所以可以讲说我们这样子的一个好产品呢不仅是拥有好的产品好的我们的玫瑰花当然还有我们好的代言人那当然也有我们许多非常棒的一些媒体好朋友他们大力以来给我们的支持但这边我有一个问题想要问一下爸爸、哦嗯、就是其实我们知道我们有那么多的一些好的产品有那么多的一些东西你知不知道其实我们这样子的一个格拉斯玫瑰香氛洗衣液、嗯、这样子的一些产品它其实现在已经在国内销售的非常非常棒对的它作为高端的洗衣液现在已经是全国销量领先了也给大家带来了更多的有就是更加有氛围的和更加喜爱的能够让大家一直支持的这种洗衣体验是的所以我们也希望很多的朋友们因为芭芭的关系能够更加的认识到我们的立白洗衣液那今天我们也来闻一下好不好好、啊、因为我知道其实在家里面芭芭应该常常闻我们的立白大师香氛洗衣液因为洗衣服嘛因为也是在剧组拍戏、嗯、所以说就会经常在酒店里面去洗一些就比如说可能今天穿过的衣服而且现在马上换季了、嗯、我觉得要勤洗衣服不然的话那个衣服就会留有一些味道所以说就会经常、嗯、可能两三天就要洗一次衣服因为有的时候收工晚就没有办法了、嗯、对所以就会每天都会闻到这种非常浓郁的格拉斯玫瑰的味道就会觉得很放松而且像是把那种有沾着那种露水的玫瑰花瓣揉碎在了衣服里的那种感觉、嗯、我们可以边闻边讲、啊、好不好你看看我们可以闻一下那个瓶盖对是我很熟悉的味道每天都会闻到然后、啊而且我洗完衣服之后每天去剧组穿的衣服包括像一些戏服里面会搭的自己的一些小的紧身的衣服都会是这个味道大家都会说好香啊、嗯、我说对啊、嗯、因为用的是立白嗯，就感觉让你一下子就置身在那种南法的玫瑰庄园里面一样是很亲切对对对你闻到了以后不仅是香喷喷的而且非常非常亲切有如你已经步入到这样子的玫瑰庄园就像我们爸爸所讲的一样对的因为它是用到了、嗯、刚才我们有讲过就是格拉斯玫瑰的这个精油精粹留香时间呢就非常的长每次打开衣柜你都会觉得哇就是一下就打开了玫瑰庄园的大门还有这种同款的一些洗衣凝珠还有柔顺剂我觉得大家都可以配合一起使用、嗯、哇你讲的真的太棒了哎、啊，我们后面的流程还要过吗我们直接这一段直接切片直接用就可以但是我这边还有一个问题想要问一下爸爸除了我们的格拉斯玫瑰这样子一个香味之外你知道其实我们的立白大师香氛还有多了两个不一样的味道、嗯嗯啊，这两个味道已经在这边了。来，我们也可以问一下、哦、这个芭芭闻起来了以后感觉怎么样？你看、嗯、这边有两个不同的味道。好，嗯、我先闻一下这个奇遇蓝风铃。嗯，是在这边。啊，嗯，闻起来就是那种很干净的那种清新的味道，像有一阵风把一个人的清香吹过来了一样。嗯、有点像大学生。嗯对不对有点像我们在学校里面的生活一样对那这一个呢这个是格拉斯梦幻格拉斯玫瑰与丝绒乌木嗯它的味道就是木质调的会很高级、嗯、而且闻起来就很适合就是像现在这种马上就要入冬的这种天气、嗯、对因为你的毛衣上面
如果有这种味道的话，也会让人感觉，哎，这个人很不一样的那种温暖感吧。是，是这样的感觉。除了香氛之外，除了我们这样子的香味，玫瑰香味，还有我们的丝绒乌木。但是我们待会儿就会告诉大家，你看，有我们这样子的蓝风铃，有我们的丝绒乌木，以及我们格拉斯梦幻格拉斯玫瑰，到底每个香味，我们在着衣上面的时候，我们着香、穿香应该要怎么穿呢？待会儿我们就会告诉你。你看，我们刚才从法国的巴黎一下来到我们的南法的格拉斯小镇，我们接下来要换场景了。爸爸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 ，Let's go！ 干！那么左上角的福袋抽奖已经发送，本轮给大家发送的是迪丽热巴全新周边六件套，也是很多爱丽丝非常期待的全新周边了。抽中福袋就可以免费获得这一套精美周边了，大家呀抓紧时间点击福袋参与抽奖吧。这套全新的周边呢，不仅有热巴超美高光时刻的闪卡、透卡，还有海报，还有可拆卸的人形立牌，以及我们充满艺术气息的知香鸟帆布袋。除了周边外，如果你也想 get 巴巴同款立牌大师香氛洗衣液，点击下方小黄车即可购买。现在下单还有很多的福利以及优惠哦。对，而且同时今天来到我们的直播间的这个爱丽丝宝宝们，惊喜不断，福利也是不断。接下来呢，有更多的一些惊喜以及视觉盛宴，大家都可以呢期待起来啦。好的，欢迎大家能够回来我们的立白的直播间的现场，在我旁边的这位是我们的立白品牌代言人迪丽热巴。大家赶快扫屏吧，赶快刷屏。哇，我看到好多的朋友们都已经开始在弹幕上面，哇，热巴惊喜空降，热巴惊喜空降，法国大师，哇，好棒好棒好棒。其实我觉得很多的朋友们就跟我一样，有一段时间没有看到热巴了，然后今天能够看到热巴，我们大家都非常非常的兴奋。大家好，我是陈的菲安迪，能够在今天我们的立白的直播间上面呢，与大家来共度这样子一个非常美好的一段时间。那当然，其实在我们的立白直播间当中呢，我们会给大家分享，而且很多的一些好礼福利都会一一相送，所以呢千万不要错过我们今天的立白直播间哈。不过我们现在已经到了我们格拉斯小镇里面的这样子一个非常漂亮的一个秀场，后面有一个我们莫大的格拉斯玫瑰，大家可以看到这样子的玫瑰是不是感觉特别的具有我们的浪漫的气息，之外呢也可以闻到我们格拉斯玫瑰的一种香味。在这边我们就要问一下热巴，因为我们都知道热巴平常非常非常的忙碌哦，你看，还好，都是在工作，在工作嘛。你看，在剧组里面拍戏，现在也在拍戏。对对对，现在在拍戏。哦，现在在拍戏，然后还有在很多的一些时尚的一些秀场上面，时装秀，还有各大的一些盛典上面，都可以看到我们的热巴。所以我们都觉得说，哇，热巴一定要好好照顾好自己。对，会的，会的。对啊，大家也要照顾好自己。是是是。那其实像这样子的平常的行程那么满的当中呢，如果有一点点自己的空闲时间，自己会想要做一些什么吗？我自己的话，就是其实像刚才说的一样，就是比如说我收工早了，会立马去卸妆，然后洗漱一下，然后就想要把一些堆积的一些衣物全部都洗一下。因为其实在认识立白之前，大家应该也都知道我是一个很喜欢去整理和清洗衣物的一个人，因为我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也可以去清理好我的思绪，也可以去洗好我一些负面的一些想法呀，或者说让自己疲惫的一些压力都可以随之被洗掉。所以我自己平时的话就会很喜欢一休息就立马去整理一下，洗一下衣服，然后轻松的等衣服洗好之前，我就去追追剧啊，放松一下，听听音乐这样。所以爸爸也算是一个 I 人吧。我应该是，因为大家都说我是，所以我觉得我应该是，但我好像没有具体的去测过这个，或许我有测过，但我已经忘记了我是哪一个，我是哪种类型的人。就很喜欢宅着去做一些自己想做的事情。在家里面有没有一些什么样子的小爱好是自己很喜欢的？有没有？小爱好的话其实没有，因为像我工作的话就没有太多的时间可以去，比如说有一些剧啊，或者自己想看的一些东西，比如说像是一些节目啊什么的，我平时都不会，只能片段性的去看，在网络上去摘取一些片段看，所以说可能会在休息的时候去把这些想要看的剧或者电影之类全部都补齐，都会去把它们看完。当然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也不会闲着，就会把洗衣机打开，把衣服丢进去，然后闻着这种
来自格拉斯玫瑰的香味，然后去追剧，会觉得哇，如果我正在看的是一部法国电影的话，就会立马穿越到法国的那种感觉。是的，其实我们今天除了我们这样子格拉斯玫瑰之外，我们还有丝绒乌木，还有我们蓝风铃等等不一样的一些香味，所以我们接下来也要问一下我们的立白品牌代言人迪丽热巴，就是如果在不同的场合、不同的时间、不同的穿着，会用什么样子的着装选择、着香选择呢？其实我们之前一直在讲着装啊，是因为我们的热巴每次一出现的时候，总是觉得说时尚大片，哇哇哇哇，尤其在法国巴黎的时候，哇哇哇，就觉得哇好时尚，都想要穿的跟热巴一样。但是你们可能都没有办法闻到我们的，我这样子讲一定要被骂，你们都没有办法闻到我们的热巴身上这样子衣服淡淡飘来的一些香味。会闻到啊，只要拥有立白，其实就可以闻到这样的香味。对，但我只是怕说大家会觉得说我跟热巴走得太近，哎呦，但是没关系，我们今天来玩一个小游戏，然后大家可以松弛一下。好啊，好不好？好啊，来，我们可以看到啊，其实在我的身上这边有几个不一样的着装的一些搭配，全部都是用绘图的。然后另外呢，我们其实立白的大师香氛呢，其实有三个不一样的味道，在这边也给大家呈现出来。所以像我们今天我手上的这一套衣服哈，好，我们先来给一个特写。我们这一套衣服，它可以说是我们在秋冬里面很多的女性，她们所代表出来一种独立，这种套装，在秋冬的时候呢，其实是非常常见的一种穿着打扮的形式。如果像这样子的一种形式的风格的话，或者是像这样子的独立有知识的一种女性，你会建议她们用什么样子我们的立白大师香氛系列呢？我觉得首先我看到这件衣服的话，我会觉得它正好就是适合这个季节。那由季节这个方向去选择的话，我会选择稍等，我会选择乌木，丝绒乌木。啊，对，丝绒乌木。因为首先呢，它就是有一种刚才有说过，就是比较高级的一种味道，然后非常的低调，然后又很沉稳。它用的是那种就是黑色黄金的这种百年乌木，对，融合这种珍稀的梦幻的格拉斯玫瑰的味道，就是非常适合秋冬这个季节，所以就选择了这个香味的。哇，立白香氛。好的，梦幻格拉斯玫瑰与丝绒乌木味，好，大家记得了。所以如果我们在秋冬的时候，大家有任何这样子着装的需求的话，其实可以参考这样子的着香搭配，好不好？好，是。那我们看完了这样子的一个搭配完了以后，如果像这一套服装呢，这一套你看上面是一个白色的卫衣，下面算是一个牛仔裤，有点喇叭的牛仔裤，也很时髦啊，这个人 对吧，然后戴了一个白色的一个小帽子啊，对，比较休闲一点哈，比较休闲，好像感觉我们平常，你平常穿着会这样子打扮吗？我差不多是这个样子，是就比较宽松的衣服，哦，对，会舒服一点，舒服一点，松弛一点，对对对对对。像这样子的话，你会觉得什么样子香味特别合适？那这个我就太熟悉了，我会选择奇遇蓝风铃这个香味去跟这件衣服做一个搭配，因为我觉得这件衣服它看起来就是比较，就是怎么说，很松弛，然后又很有热情，我感觉他应该是穿着这件衣服要去打卡，当然每个人的想法不一样啊，但是我看了这件衣服，我的穿着，我如果穿着这样的一件衣服的话，我应该是要去打卡哪家面包店，又或者是要去看个电影，所以我觉得选择这个奇遇蓝风铃的话，闻起来又清新，然后又很自然，还带着一种就是皂香的感觉，就像那种刚才有提到，就像大学生给人的那种感觉一样，有一种扑面而来的清新与活力感，所以选择这个。哇，讲得太好了，清新与活力感，感觉我们穿这样子就直接可以去 city walk。对的，对的，对不对？休闲的去转一转。是的，非常非常的自在，非常的悠闲，而且呢也非常的松弛。所以呢，这个是我们这样子一个清新，我们蓝风铃这样子的味道。好的，那太棒了，大家看出来了吗？给一个特写，导演，我们给一个特写，让大家能够记下来。其实就是这样子一个蓝风铃的味道呢，能够搭配我们这样子的小的卫衣。然后给大家能够我们着香上面的一些小建议。好，好的，接下来我们还有最后一套服装。哇，这一套服装小羊裙，像我们聚会的时候啊，然后上面还有一点小小的玫瑰，有没有看到？
你看到这上面有点小玫瑰、啊、对，哇好可爱、啊、胸前的点缀是做的玫瑰，我觉得这样子的小洋裙你也会穿哦、嗯、常常穿的样子对不对，我常常每次看到你都是穿这样的小洋裙、啊、也不是每次，但是也有过这样的衣服是吗、嗯、其实像这样的小洋裙你会给他什么样子的建议呢，我们在着装上面，那么我们就得选择跟他的这个设计的款式一样的、嗯、我们的格拉斯梦幻玫瑰的这一款，嗯，因为我觉得聚会的话可以试一下这款香型的洗衣液，它花香中会带着一种很甜蜜的感觉，但是又不浓烈、嗯、而且这个小裙子呢会让我就是联想到这个我们的立白的这个小凝珠，哎，对不对，一个可可爱的小花朵、这个、好可爱，所以就很像它上面的这个花朵一样，我觉得还挺搭的，所以大家可以试一试这个梦幻格拉斯玫瑰香味的洗衣液。好，梦幻格拉斯香味的洗衣液再搭配我们这样子的小凝珠，这样很搭的，对 对, 对，然后散发出来，我觉得摇曳生姿的时候呢，当我们在摇摆我们这样子裙摆的时候，你就可以闻到我们格拉斯玫瑰阵阵的一个香味，对，从我们的像庄园里面散发出来一样，像我们刚才爸爸特别讲到的、嗯、哦，所以今天呢其实我们给大家三种不一样的一些建议，有包括说我们这样子一个套装就很适合我们的丝绒乌木，另外呢像我们这样子的卫衣带着大家走进到我们的 City Walk 里面，这样子的一套就很适合我们的蓝风铃，另外呢当然我们这样子的一个小洋裙就适合我们格拉斯玫瑰系列，所以这样子的其实每一套呢他们都适合不一样的一些香味，这也是我们的立白希望大家能够一一的去展现出来自己的个性的同时呢，也可以展现出来我们香味其实带给我们是更多的一些情绪价值，对的，对不对，对的对的，可以放松自己的时候又能够让自己浑身充满着这种很自然很清新的玫瑰的味道，我觉得应该大家都不会拒绝。嗯，其实我们刚才呢从一开始我们从这个埃菲尔铁塔一直到现在已经慢慢的超过了我们四分之三的时间了，你看有那么多的一些粉丝在我们的屏幕面前说一大堆，哇爸爸好美，高光时刻好美好美，其实是不是有一段时间没有跟我们的粉丝这样子近距离接触了呢？嗯，对，之前是有一些直播、嗯、但是今天的这种梦幻的变换风格的这个还是第这一个月来吧，算是第一次是来跟大家看到这么多的背景的一个直播，是是是，而且除了我们刚才第一个到格拉斯玫瑰再到这样子的一个小镇的秀场、嗯、其实现在目前才第三个，我们还有最后一个，所以千万不要急，因为今天直播的时间呢还很长，还希望所有的朋友们能够透过我们这样子的直播能够继续的感受我们所有的福利，其实在今天的所有的直播的过程当中呢，我们有上万的福利是要送给大家的，有包括有手机还有我们巴巴的一些周边，所以千万不要错过，其实我觉得今天真的像穿越一样，你看从第一个穿越到第二个，现在穿越到第三个、嗯、你准备好我们穿越到第四个了吗？准备好了， Alright let's go Bang 是的，那么各位粉丝宝宝们，左上角的万元红包福袋已经发送了，大家呢赶紧点击参与啦，一个人呢就可以抽中10000元的现金红包，抽奖期间呢千万不要着急离开直播间哦，离开直播间呢就会失去这个中奖资格的，对，而且呢这边温馨提示一下，中奖的幸运宝宝记得啊截图联系我们的客服啊去进行那个兑奖了，对，而且来说的话呢咱们今天啊后续呢也都是充满了各种各样的一些精彩的一些瞬间，精彩的一些福利，所以呢大家千万不要错过这一份精彩了，对，而且来说的话呢今天呢福袋不停，福利也都是不停的，同时的话呢 get 到咱们巴巴的同款箱呢，大家也可以呢打开咱们的小黄车，对啊，看看您是喜欢格拉斯玫瑰呢还是我们的奇遇蓝风铃还是我们的丝绒乌木与梦幻格拉斯玫瑰，是的，那么呢希望呢大家也都能够来到直播间 get 到与我们的巴巴是一个同款箱了，是的，而且同时的话呢左上角没有给主播点个小关小猪的宝宝，小关小猪啊记得去点一点了，后续呢有任何的动态大家也能够更快更早的收到风了，持续关注直播间的动态了，欢迎大家回来我们的立白的直播间的现场，在我旁边的这一位我相信大家都非常的热爱，赶快刷屏吧，所有的朋友们让我们欢迎我们的立白的品牌代言人迪丽热巴，哇好可爱，哎，大家掌声在哪边，哎，我们现场也是需要掌声的好吗，掌声在哪，让我们欢迎气氛组
是的，所有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陈的飞安迪。再一次跟大家提醒哦，在我们今天的立白直播间里面，其实我们每个细节都为了到照顾大家，所以我们有很多很棒的一些福利，大家千万不要错过。今天所有的直播的过程当中呢，我们都有上万的福利，有包括说我们的手机啊，还有我们的热巴的周边商品，包括说我们的第一个连接进去了以后，你会看到我们的周巴的，会看到我们热巴，不，会看到。不要着急，不要着急，会有福利的，还会有的。会看到我们热巴的15件的周边，所以千万不要错过。其实我们刚才已经看到了，在我们的屏幕上方有很多粉丝们一直在喊我们的热巴，热巴，热巴。但是这边呢，我们这边也要看到，其实很多的粉丝朋友们，他们在之前呢也是献上了给我们的热巴很多的一些祝福。对，那我们今天也筛选了几个，让你好好的感受一下。好呀，好不好？好呀。因为我们知道有很多的朋友们啊，非常非常想念我们的热巴，所以呢，透过我们这样子直播间之前的一些预热，他们也送上了很多祝福。我们筛选了几个，就在我们旁边的大屏幕上面。哎，哦，你可以看到几个哈，在不停的滚动当中，但是我觉得我们可以把其中的两三个念出来给大家听一下。好，好不好？我们可以数到三了，一、二、三，停。哎，好，我们先从哪一个开始？我们从第二个开始吧。好的。热巴，做自己喜欢和认为对的事情吧，要坚定自信，无论如何，一直都会在你身后，一起大步向前走吧，你是最棒的。哇，好贴心哦。谢谢。这个是来自于我们第一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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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在现场吗？我的意思就是说，是不是在我们的屏幕面前看我们的直播呢？嗨，你好，来看一下我们的第二个。第二个是希望热巴可以在拍戏之余照顾好自己，最近降温，注意保暖，秋裤穿上。你们也是，确实最近很突然，降温有点突然，所以大家一定要提早的去穿好一些比较保暖的一些衣服，不要突然感冒。然后下面一条也是迪迪，天冷天衣，注意休息，天天开心，你超级无敌棒的。谢谢，谢谢。我觉得其实每次看到这样的粉丝的寄信的时候，都会让自己会有一种被大家，当然平时也是会有感觉的，就是被大家爱着的感觉，但是每次读到就是很像家人一样的这些问候的时候，会感觉就跟大家离得很近。是是是是。对，因为我其实之前有写过一个信嘛，就是给粉丝的信，然后有说过，就是感觉如果换位去思考的话，我会觉得如果我这么的去喜欢一个人，但是他完全都不知道我是谁，我是什么样子，我应该会很，就是也不是说难过，只是会觉得心理上会有一点怎么可以让他认识我呢？这样的那种感觉，有点渴望。对对对对，对，所以说，其实每次看大家这么写，会想到我的家人，会想到对我的爸妈呀，或者说是我的小姨呀之类的。对，因为会他们也会平时会给我发这样的信息，就跟我说，哎，马上天冷了，然后要注意天衣啊，不要感冒啊，拍戏太累了，要注意休息啊之类的话。所以就会觉得其实大家的距离也没有想象当中的那么远。是是是。其实你知道吗，我们平常可能我们会觉得英文叫做 take things for granted， 就是很不懂得珍惜，很不懂得珍惜身边的一些人。所以呢，我们都会觉得说，给他发一个微信，给他发一个短信，告诉他说天冷了，会觉得说好像是不是有点多余，没有这个必要。但实际上面，当你不是，对不对？对，对，因为其实，在每次天冷的时候，你都会记得有人提醒过你，天冷要加衣。对对，所以那种温馨的感觉，其实就像我们贴身的衣物一样。是的，是的，所以说我们贴身的衣物又。话又回来了，贴身的衣物一定要让我们自己的身心都很舒服。对对，所以说立白的这个格拉斯玫瑰香氛系列就做到了这一点哦。是，它除了能够让我们的身心都获得舒服之外，我们在味觉上面，不是味觉，嗅觉上面也可以感受到我们的香氛的魅力，好不好？其实我觉得今天很难得能够看到我们的热巴非常的感性，然后跟大家讲了很多我们的粉丝想要听的一些话。对，也不是说粉丝想要听，而是说真的是来自于我们的热巴。
把他的心心对心的想要跟粉丝说的话。因为其实每次读到都会想要说点什么，但是可能有的时候是时间，然后有的时候可能就觉得其实也表达过了，就很怕会反复表达，会让大家觉得就是已经说过了，但是有是有点啰嗦，但确实是我想说的话。但是我们都想听，我们都想听，我们都特别想要听我们的热巴跟我们说一下这样子的话。其实我觉得今天大家非常开心啊，除了说我们正在收看我们直播的朋友们之外，当然还没有立白的品牌的上上下下的朋友们都非常非常开心。所以今天呢，我们的立白品牌的代表也准备了一个好礼要送给我们的热巴，所以我们热巴可以来接一下我们这样子的惊喜，好不好？来，热巴这边请。是的，让我们欢迎到的是屈芳总，来自于我们立白的品牌方。我待会先拿着。好，是的，这样子所代表的是我们的格拉斯玫瑰哦，也是代表的是我们的立白大师香氛系列。来，我们先来拍几张照好不好？来看正前方，好，特别棒。其实除了这样子的格拉斯玫瑰之外，今天还特别准备了这样子的一个小卡片。我们的屈芳总是不是有什么话想要跟我们的这个爸爸说的，是不是？是的，是的，我们代表这一次代表立白品牌，其实我们希望祝愿演员热巴在自己喜欢的热爱的舞台上面继续闪闪发光，也希望可以和我们立白品牌继续一路穿香而行，高光绽放。哇，比心。谢谢谢谢谢谢。比心。我很难看到我们这样子屈芳总还会这样比心，哇，好可爱。但屈芳总今天除了准备这样子格拉斯玫瑰之外，还准备了这样子的卡片，这里面代表什么样子的一些小惊喜呢？这是我们满满的一个诚意，就为了感谢热巴今天的到来，其实我们是特别去定制了一个手绘版热巴经典角色的一个集合。那里面的话呢，是包含了会有热巴的这个经典角色的一个高光时刻的一个定格。太棒了，这里面其实全部都是手绘的。是的，所以我们就让热巴回去可以自己好好的观赏一下欣赏一下，好不好？好的。好，这里面其实我知道非常非常的用心。你偷看过？我偷看过，我们刚才也偷看过，因为我们一直非常非常想要知道说我们立白会送给我们热巴什么样子的小礼物。这个东西其实还是要送给热巴的，好不好？好，所以到时候也希望热巴到时候有机会在里面可以好好的感受一下我们立白的用心。好，好不好？谢谢屈芳总，谢谢谢谢。好好，我们这样子我们就先摆在旁边，跟我们玫瑰先摆在旁边，摆在一起。然后我们也请工作人员能够将我们这样子的一个非常漂亮的玫瑰车啊，今天除了说来我们热巴可以回到我们原来的位置，今天除了我们的屈芳总送来代表立白送来这样子的一个小惊喜之外呢，其实我们也希望热巴能够送给我们所有正在收看我们的直播间的所有的每一位好朋友他们的一个小惊喜。刚才我们一开始的时候有讲到有很多的一些周边，有15件周边在我们的连接一里面啊，但是我们今天这个小惊喜呢是额外的啊。还有一个额外的小礼物送给观看直播到现在的朋友们，有机会可以，有机会，有机会可以给你们哈，不是每一位都可以给，有机会可以给你们。那是什么呢？那就是我们这边要请大家可以看到，这上面有我们的热巴的这一次为立白大师香氛系列所拍的这一组照片的一个海报明信片卡片。所以呢，在这边就要请热巴能够在上面帮我们签下你的大名。好，是好不好？张签，每一张签一个大名，还是说你要签一个特别大的，让大家自己去拼拼图？好像不太好，我每一张签一个。好的，需要我帮你拿。好，谢谢，谢谢。所以我们也希望呢，很多的一些朋友们，他们透过这样子的直播间，接下来的时间会有机会可以获得由我们的热巴亲签的这样子的每一个明信片。哇，你签名既用心又快，真的是好。那当然说，其实在今天这样子一个直播间的过程当中呢，也希望所有的朋友们你们可以感受到我们的立白满满的一些福利。那当然今天呢，热巴最后签了我们的10张明信片，大家可以展示一下怎么样可以获得呢？请大家继续锁定我们的直播间的现场，好不好？哇，是的，每一张都特别特别的珍贵，就像我们来自于
格拉斯玫瑰的精油一样。所以呢，我们也希望所有正在收看我们所有直播的朋友们呢，大家都有这样子的一份福分，大家都有这样子的一个福利，有这样子的机会可以获得这样子的明信片。我们再次谢谢热巴，谢谢。最后有没有什么话想要对粉丝朋友们？哦，刚刚已经说了很多了。对。对啊，但是我觉得还可以多说一点，没关系了。最后我们在今天有一个最完美的一句话送给我们粉丝朋友的，好不好？对。我怕大家听不见，其实就像立白刚才有说到，就是希望大家可以穿墙而过。我希望每一个正在收看直播的朋友们和一直都在支持我还有支持立白的朋友们，都可以在你们的人生中可以穿墙而过，然后可以每天都有香味陪伴，每天都有好心情。讲得太好了，我们今天好开心哦。可以跟我们的热巴穿越，从一开始穿越到现在，哎，大家会不会觉得我们很老土啊？就这样子一直跳，一直跳，跳过来这边。对，刚才说能不能剪一下，但这直播没办法剪了。希望大家自己可以后期留下直播的话，大家可以改一下。自己做是吧？自己做特效。一个穿越，不然有点傻。我们两个人就在那里。不会傻，一点都不傻。其实我觉得这样的穿越，我觉得还挺特别的。你看，之前一直跟热巴是在我们的国内各个不一样的一些城市，但是今天呢，我们曾经到了我们的法国的那个埃菲尔铁塔上面，又到了我们格拉斯小镇，然后感受到我们的玫瑰庄园这样子的一个美丽，也到了我们格拉斯小镇里面的秀场。那今天呢，最后又来到我们所有粉丝们你们的祝福当中，所以在这边也是希望所有的朋友们在今天的直播间看完了以后，每一个人都能够是带着我们祝福满满热巴的祝福，能够好好的入眠，也可以闻一下我们的立白大师香氛，是不是每一个不一样的味道都很好闻哦？所以千万不要错过，赶快下单吧！我们再次谢谢迪丽热巴，谢谢大家，大家晚安，下次见，拜拜，拜拜。Hello， 欢迎大家啊！也非常感谢我们立白品牌代言人迪丽热巴。